连线不是合作模式，我就不玩。要は味方の証明がいるってことか。做不出这样。私も気は進まないわよ。でもやらないと。恶心。資格ってなんだ。聞いてみる？船にいるお客さんに。その発想はなかった。聞くのは悪く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。ここの客は指導が考えている認知症のそいつだ。当然指導が握らせた秘密について知ってる。確かに一理あるわね。身为我的朋友还不知道我这件指導正義だ外套的意義太奇怪了。そっか。そうだよ。襲ってきたりしない？もちろん覚悟は必要だ。けど話くらい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。この船は多分生き残る価値を指導が認めた奴らだけ乗せてる箱舟。それなら話もできんバカは乗ってないだろう。情報収集くらいは期待していいかも。それにみんな仮面で仮装してるのも好都合。拿来闻的吗？是啊，拿来报，拿来闻的。誰も他人に素顔なんて見せてないと思ってんだろうぜ。自分自身と同じようにな。ならみんな手分けして聞き取れ。这关是老鼠的天下，为什么是老鼠？然后哪有每件衣服啊，白痴哦！我也只有这件会拿来这样，好不好？老鼠模式触发敌人在逃跑。さてと。果然，从这扇门深处感受到密宝的气息。Hello Hello， 白帅帅，看起来就是白帅帅。嗨，信。啊，旧华族人名士 ，VIP 里面还有这种大人物。是啊，然后直接见一面都不太可能的大人物。不过就是这样才进得去圣域吧。不过那样大人物为什么要一直待在泳池那边呢？是喜欢游泳吗？谁知道呢？应该是喜欢的吧。不过喜不喜欢游泳就不得而知啦。哈哈哈哈。大门的另一边是 VIP 全体会议厅，是圣域呢。果然没得到师同认可，看来是别想进去了。排到想咬，你以为是肉包啊？哎呀，哎，敲敲敲门。哦，那位就是电视台的。是啊，师同先生人缘真广呢。如果果然想成为 VIP 的话，要达到那种水平呢。哎呀哎呀，真令人羡慕！既然如何，何不跟我一起去玩饺子老虎机呢？说不定，这家伙好像非常想得到认可，成为师同的座上宾呢。另外，我得到 VIP 乘客的情报之后再详细讨论吧。你好，麦当劳欢乐颂，然后踹门。你只会放兔子进来看想不想咬，有阴影啊。哎呀，你好你好。哎呀，那么那个大江先生是 VIP 吗？在餐厅时偶遇过一次，没想到还邀请这么的到这么大牌整客。哎呀呀，既然有了政治界做后盾，非人化经营前途一片美好呢。呵呵呵，真羡慕，不晓得我没有机会认识一下呢。哈哈，想要这样的话必须要。既然能面不改色地讨论非人化，这种对话令我昼夜好昏啊。不过想获得座上宾的身份，似乎需要得到五名 VIP 乘客的认可。大家都很意外说个不停，欸，也许是因为遮住了脸感到很安心吧。被人化经营，李世界，你以为是沉默之秋，是异世界。我一直以来都是在父亲身边的花瓶，场面客套话之外的东西全都不太懂。喂，你好没用啊！
哈喽，怎么竟然要我去跟去陌生人那里打听 Joker 真是抖 S 耶，但是我会好好干的，为了帮妈妈报仇，老屁事。黑色模拟枪，哈喽龙师，虐待双眼，我没有。哪里来？您才是有着一股平民身上没有的气质和优雅。哎呀，您真会称赞人，您才是身上散发着优秀的气场。啊，果然，你看得出吗？气场，哈哈哈。当然看得出来啦，气场，呵呵呵呵。话说，我去找他们搭话，被这群家伙彻底无视了。我散发着穷酸的气场吗？因为骷髅的关系。你是刚才路上看到截库图的东西，要去确认一下吗？双叶超黏人妹，超妹系，可爱到爆掉，互相吹捧。哪件就，哎呦，我出去，我跟你们出去，我不是都也有拿，一直拿着它吗？大师同丸，原来这招才叫大师同丸，好，正好能让他结构图用，拿着吧。さてと，不是我的睡觉好伙伴啊，状况如何？差不多了。そうだ。我这边也是打听的差不多了，看来需要集合一下会诊大家的情报。刚才拿到的结构图上面有个像安全小屋的地方，是。我刚刚就过去了，哦，蛮近的。那么就去那边统整情报吧。Joker，Joker，啊，人怎么都不见了？吓死谁啊？可是我对妹妹没有兴趣啊，我喜欢解析。私驚いたな、このパレス。認知症のお客が。ドイツも本当に人間そのものだ。前のカジノも見た目は結構リアルだったが、今回の客は正直話した程度じゃ見分けがつかん。赤寂寞学姐和東香也超赞。我对中二没有兴趣。確かにな。主の観察眼や洞察力がズバ抜けてるってこった。指導、強敵だな。ビビんなって。別にビビってね、普通に話せんなら作戦立てやすいって思っただけだ。よし、各自が集めてきた情報をまとめるぞ。おお、なるほどな。那也就是说，乘务名 VIP 那边取得招待信就好了，对吗？意思是指招待信就是卡片钥匙，对吧？そうね。对，各个 VIP 的情报就如同大家刚才大家所述，来复习一遍吧。先从我的情报开始。どうやら叫大江的权力政客是 VIP 其中一位，他的名字常出现在报纸，听说时常可以在餐厅看到他。然后下一个根据我打听到的情报，旧华族的知名人士大概是 VIP， 似乎总是在游泳池旁。接着是我得到的情报，电视台的台长好像是 VIP， 听他说，我听说他一直在玩饺子老虎机，花起钱来一掷千金的样子。糟糕，我快记不住了，你不用记了。那接下来就轮到我了。真的假的？那 VIP 打听到情报了，那人窃听来的、啊，一个 IT 企业的社长是 VIP， 不过似乎一直都宅在房间，感觉有点亲切感，不错不错。您的什么样？究竟是怎么打听的？有位事故善后者，似乎是 VIP， 听说他格外谨慎小心，所以还是先从其他的 VIP 开始着手比较好。纠纷没听说过有这种职业呢。话说调解员什么的，觉得似乎不太像上流人士啊，不觉得成绩一下子就降低了吗？真是 VIP 吗？应该是吧。抱歉，我没打听到情报。我也是啊，别在意，战斗时多努力一点不就好了吗？
以战斗为前提吗？不过到时候的确会努力呢。那话说最大问题不是这个吧？弱智夸，我真的很不擅长十倍啊。谁？怎么来着？自夸、啊，巴西啊。啊，ダメだ。五人分のプロフィールとか頭入んね。私も二人目くらいまでしか。ジョーカーどう？你说 Coop Corporation 的任务跟日期有关吗？只接要两个人，人都背起来。マジ？さすが。相手は五人。Yes。政治家の大江、旧家族、テレビ局社長、IT 企業社長、あとトラブル処理役。哇，聪明人跟你们这群白痴就是不一样。そいつらからお墨付きをもらって、紹介状的なカードキーを手に入れる。ただトラブル処理役だけは他の4人が片付いてからだったな。すごっ、さすが天才人。VIP の情報がわからなくなったら双葉に確認しましょう。なら、ちゃちゃっとやっつけてこうぜ。走起。ねえ。要回去了吗？对手可是握有特别招待训练一群家伙，代表司彤对他们有某种程度上的信任，应该是把他们当作一群特别有实力后盾看待吧。不过也没有必要无意义的焦虑，准备万全再慢慢抵攻略吧。そうだな。虽然是蛮急的，但也不到火烧眉毛的程度。那么今天就先这样吧。哇，我就被赶出来了。金发都比较呵呵。主要角色头像，第一是学姐，第二是右介，第三是妹妹。我可以继续探索吗？不过我现在陪路中央是很多。去一下。山田的变态凌驾女角是尝试，呵呵，什么东西啊？我又不是里面的角色，里面哦，里面真的要说的话，我比较喜欢。我应该比较喜欢侦探姐姐吧，可是好像不能攻略啊。Again， 囚人を正しき道へ。さあ、ケイを。等下我看他到底要什么啊？根本就没有坏虫啊。では、坏虫是哪位啊？然后还有喷口水。囚人を正しき道。不讲话很 GY， 哈哈。对呀。あなたの犠牲も力。さあ、計を集めるのです。不会是你吧？合体です。现在有这个东西，我看一下。探りましょう。不然选老师。没有被拆进去，因为这里是那个啊，辫子头啊。攻略双胞胎，一箭双雕，应该不行啊。你在搞修罗场，可是超难。56集，鞍马天狗，帕尔瓦蒂，蒂达尼亚都可以了。なるほど。马天空，你怎么长得那么可怕？
而且你头上戴的是什么啊？安安，你头上戴的是……你头上那个好像 GoPro， 白痴啊！矿工的探照灯，选手什么选什么选穿在一起当我的修路场什么啊？矿工吧，啊，真的很智障哎！为什么天鞍马天狗怎么会长那么智障啊？啊，我一定是选信嘛，因为他是奈奈啊。不用选，碎脑机好可怕哦！継承するスキルを選ぶのだ、囚人。かなりの力を授かった。これ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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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根本就是只是为了声音，嗯，没爱之间没有关联。为什么性的人气会不高啊？他不是性感担当吗？身材又好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他不是纯种日本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天鹅绒房间算是唯一共同点，没错，性感丹丹靠背哦。这就要看日本海外反应不同，因为无脑，因为太笨。对啊，因为老外应该会比较喜欢日本妹吧，因为性他太就是。老外破译，就是感觉大家都会喜欢日本妹啊。高级成长。青丘只是普通的大辣辣洋妞，对啊，因为就很像外国人啊。医生最性感。日本抖 M 多，日本对啊，日本也是吗？他前面很那个啊，哎呀，我觉得对男生来说笨一点不是比较好？大家都喜欢笨蛋啊。なるほど、これは強いペルソナです。他瓦地长好奇怪啊。然后你穿的这什么鬼裤子啊？するスキルを選ぶのだ、囚人。囚人。強大な力を授かった。可以。随便。なるほど。双叶会喜欢双叶就是妹控，如果奈奈不配音我不会选她，我谁都不会选，我没有特别喜欢的。奈奈开始成为面具，把如同广阔山脉般的恩惠授予。其实真要选的话，我觉得
佩鲁索亚的女角我没有特别喜欢的，你都喜欢，哎、欸，有点节操好不好？大幅伤害。指所有伙伴的。那我有甘露之雨就好啦，我还要能量浴干嘛？なるほど。これは強いペルソナです。我去那个好了，先去登记一下。やめるのか、ジュスティーヌ、お前の担当だ。至少跳牢然后信货老师就好。既然是游戏，就要来个全攻略。身为人家的后宫，不要啦。也超不能成为后宫王。怎么有人选英文老师？他超烦，好吧？英文老师长得像你国中的英文老师，看有点讨厌。登録を行うのですね。太霸气啦！登録するのですか？登録するのですか？本当にいいのですね。登録するのですか？あなたの奇跡です。恒星の刑を執行合体です。あ、我要来喝这个。たどるべき。但我觉得他一定是出错了。我觉得这个一定就是坏虫，皮克西闭塞遮。やめるのですか？見るのですか？閲覧なさい。一个是恋爱嘛，然后一个是死神吗？还是什么？恋爱在哪里来着？皮克西。このペルソナを引き出せばお持ちなさい。あ、在这里。このペルソナで総合の代価はあなたの力です。囚人を正しさ、刑を探りましょう。様に揃えられるの。これで良いのか。要萨玛丽卡姆嘛，对不对？自动哈，怎么马哈塔尔克塔尔卡，然后发动马哈塔尔卡加，为什么少一个字？什么？一定有假假流派，不分性别的第一名制，女性是真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名字真的蛮帅的。看脸的话，継承するスキルを選ぶのだ、囚人。大きな力を授かって生まれ変わるといい。光源四季花可以的。
哦，属性，因为就女主角不就笨笨的吗？大哥哥就是有着面具的坏男孩吗？这样的话，我就陪你玩吧。哇、哦，里面是装骷髅头哎，好可怕哦！十年养成计划。我看了老板剧情，拜托老板把双叶雪不要啦。男角你一定选老板。对啊，老板我也很喜欢。加加。哎。叫 Chris 1170，谢谢追随。三连倒，极物理刺破，さあ選べ。探りましょう。終わりですか？还有别的事。嗯，老板可以说把一生都给双叶母女了，因为他喜欢，其实他就喜欢那个啊，落叶啊。ではどうやら。干，他跟我说坏虫，结果他妈的是巴古斯，因为我之前就觉得之前名就不是叫坏虫，然后就现在靠腰哦，这什么烂翻译？那个怎么说呢，我跟瑞斯丁娜好好讨论过了，怎么说呢，我们最近在支持的彼此好像缺乏足够的了解，翻译问题 Box 真的是 Box 啊 Bug。 那么我想只要能互相坦诚相待，应该就能缺少哦，补全缺少部分。啊，对 ，box。然后这里有两个在翻译，不是问题，是他的那个人格面具叫做巴古斯，然后跟我说带坏虫带着萨玛利卡姆是怎样？这可能是我们至今以来第一次进行那样深度交流，所以呢，我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如何？不想听一下是什么事情吗？快说想听，囚犯，想听。好的，好的，我想也是。我想起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谁听到的事情。阿尔卡纳集市旅途，愚者按照数字顺序逐一经历的，在途中甚至跨越死亡，最后获得世界，如此般的一个生命故事，我们注意到了。如果你拥有不羁愚者之子，就是那名旅行者的写照。您渐渐强大的力量一定会将一切引导至正确的方向。有可能这就是根深，也或许是在此之上什么东西。唯一能够确定的是，这个列表就是为了达成这件事而写。而理解并确定此一事实，就是列表给我们带来的变化。问号。不过你应该是完全不明白所以然吧？那小，不明所以不就好吗？实际上，我们理解一件重大的事情。之前在我脑海中回响的某人的声音也大概有头绪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无法在此说出答案。没关系，哼，真是嚣张！愚者现在已经渐渐不是愚蠢之人了吗？多亏了您，我们得以成功地重新审视自己。虽然这种话不应该对囚犯说，但我认为这是一次有益的交流。所以说，囚犯对抗毁灭，生存下来，直到我们与你共同抵达真相、抵达答案的那一刻。为了那一刻，并且也是为了您，我们发誓将全力以赴。好，更深厚了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一进来就要？他就很有让大多数都打到满星吗？还没耶。哎呀，烂台翻啊！
烂翻译啊！よし，专用土炮去哪里了？坏掉了，没错。因此我们不再迷茫了，就是因为相信您，今后才更不能夹带私人感情。我们会再次像刚见面时那样严厉的。那么，就告诉您，开放超乎寻常力量第二个课题。我也希望能让他们满心啊。那么下一个课题是学会超凡级的赛特，请在持有的状态下跟我们说话。赛特，对吧？好哦，赛特。赛特是哪位 ？Hello Hello。ゲームの進捗はいかがかな？構成の時期さ、計画隊です。有赛特吗？たどるべき道は。青龙。過度な力は破滅を招きますよ。哪里有赛特？貴様に揃えられる。这里有赛特，51集。伊西斯、图特、阿努比斯、荷鲁斯，可能要学会什么、啊？我没看呢、欸。剑を執行す。さあ選べ。さあ選べ。たどるべき道、たどるべき道は。嗯。把这合一合好了。なるほど。那如何的？感觉你就是那个夫妻里面的那个。你怕电吗？不怕。触电几率啊？吸魔。高级成长哎！継承するスキルを選ぶのだ、囚人。囚人。混乱。给予一名敌人，征服混乱。是这样吧？どれほどの力？随便。なるほど。尼赫蒂，什么？记得你开过一个玩笑，全部招式都学被动招就可以。怪自动，你点攻啥？我听无。成为您的面具，和您一起度过 如同夏夜之梦般快乐的一刻吧。夏夜之梦，仲夏夜之梦。为什么我觉得他的那个衣服啊，他的衣服是不是太贴他的身体了？有看到吗？太奇怪了吧？为什么连他的肚子的形状，连他的肋骨都印出来了？这太奇怪了吧？他好奇怪啊！集めるのです。啊，我现在有办法合吗？而且他是要什么的？我没有仔细看，看一下。其他事，仅剩下100分，超反击，超反击，我哪一只有超反击吗？囚人をさあ、剣を探りましょう。貴様に揃えられるのか？伊西斯、图特、阿努比斯、荷鲁斯，都是几乎都是那个、欸。也是啦，他本来就是印度那边的神。
どるべき道は。我乃只有超凡机吧。ジュスティーヌ、お前の担当だ。登録を行うのですね。あなたの奇跡です。このペルソナですね。看起来就是没有。无特。これですか？看起来就是没有。接下来荷鲁斯跟阿努比斯，一个太阳，一个，不知道什么来着。阿努比斯，你在哪里呀？狗头，狗头，你在哪里？狗头。哪里呀、啊？荷鲁斯，现在看荷鲁斯。これですか？可恶！阿努比斯审判。このペルソナですね。也没有哎、欸，到底谁有超凡机呀 ？QQ。囚人を立つ。ケを集めるのです。合体です。巴丰特，好了，先不要了，已经没有格子了。死神、星星、战车、塔、影视、恋爱、愚者、女皇。就我需要买个悬吊者之类的。不过到时候再说吧，遇到再说。回到原来的地方。还是浓点防具和武器。老实说，我把一堆都合掉，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有什么。冰念雷，对，这里就有一堆了。现在看火，谁有火？你有火，冰有，雷有，风呢？风有，念也有，火也有，祝福也有，诅咒呢？有没有咒？看没有咒吗？哦，有有有咒，好，都有都有，可以继续进去了。我只能，我被迫回家了，干！我被迫回家啦！想传东西失败，我这里没办法贴，干！他还说还不能回去，妈的，就只能回去啊，还不能回去。痛苦。点点点，终于要开始了吧？这也是我的双眼，能这么做了，不用担心。该睡了，好，睡觉晚安，拜拜。所以传资讯给我，可是不是直接可以看哦。按你想的去做吧，我也会尽自己所能帮你，但是唯独不要自暴自弃。我不会自暴自弃，老爹。那个殿堂完全展现了师童的性格，什么意思？我也这么想。他很习惯旅行，就乘着那艘豪华游轮，但不是自己掏钱。这样的情报网络上随处可见，总算明白了，用税金享受是吧？师童那个垃圾。他连别人的东西都当成是自己的，包括生命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师童在他手下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要遭遇不幸，让他悔改。对，
也要好好跟他算一下我们老大被诬赖的账。睡觉了，干！我根本就没在看，然后就一直按。妈的，我又只能睡了。可恶！ちょっといいか？抱歉，哦，是我抱歉，肯定很累吧？我很快就说完，拜托你听我说吧。先进入师童那家伙殿堂后，我又重新体会到了不能对师童置之不理，只有那家伙一定要让他悔改才行。你突然怎么了？我终于彻底明白啦，虽然也有为你报仇的想法在内，不过不仅仅是这样，要是把国家交给那家伙的话，弱小人们生活会比以前以往更艰辛，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不就是我们的使命吗？一起做到底吧。 No，之前曾问过你一次，说是在暗地里当英雄会不会太朴素了？我现在的看法和以前差很多，暗地里当英雄正合我意。我们龙丝终于变了，不想出风头了吗？点点点点点，我说啊，太郎，要是我能让师童悔改的话，不，没什么，忘了我刚才说的话。你想跟我约会吗？一定要让师童悔改，为此能做的事，不管什么我都会去做。谢谢你听我说完，太郎，拜啦，再见。我们龙师到底想干嘛？11月25日，龙师变了，学会低调行事，没有错。宣战开始啦！我们选区应该是师从正义取得压倒性胜利吧？切切，我绝对不会投票给他的。这次好好的选举投票吧。哼，像师从先生那样政治家真是不多见啊。对啊，贪那么多还真不多见。不，虽然在台湾应该很多见，在日本应该不多见。毕竟龙之介才贪了。哟，为什么会有烟啊？是因为很冷吗？睡得很好，哈哈，真不愧是你，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了。姑且还是提醒你一句，可别因为与对手有恩怨就焦躁起来哦。话说最近可真的啊，在回改之前，吾辈两人恐怕就要冻死了。那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御寒吧。龙虾，哦，暖炉，能变暖和起来。那。等解决了师童后，为什么大家都要讲一半？怎么了？只是一想到对于怪盗团来说，这可能就是最后的工作了，吾辈就惊叹号，大家都能在这次替过去做个了结，毕竟这可不是为了玩而做的事。说来，除了怪盗团成员外，还有那些欣赏你所以提供协助的人，对吧？这次的战斗又是关于怪盗团、关于吾辈等人所主张的正义的总清算，在与师童对决前，尽可能跟他们见见吧，为了不让自己留下遗憾。明白了，太郎，吾辈会在你身边，这场战斗就以你的想法去进行吧。田中请假请太久吧，不会是那件出了事哦？那次出了事又有麻烦了吧？嗨嗨，静かに。我之前说过，田中是回老家探亲，就只是家里有事，知道就不要再说些奇怪的留言了。不知道能瞒到什么时候，得在被发现之前赶快处理好。回老家待产啊！等解决后，我们回老家结婚吧。不是吧，我要跟信结婚的、啊、你们不用去学校，好好哦。87还好啦，还装，毕竟是死人，不可能去上学的，要是被他们发现，一切就化为乌有了。我们也得小心有没有被监视，要请保镖吗？好贵的想法。来基哦，秘密基地集合时要特别注意哦，大家要观察四周有没有人跟踪，
好，我会小心的，你用不着。不，这就是最后大决战，得谨慎行事。隐身的龙狮根本不是龙狮，啰嗦。总之开始作战，等你的联络。よし。好的，上午太显眼，就从这个时间点开始行动吧。对方是至今以来最难缠的大人物，一定要精心准备。Yeah, mission start.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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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抱歉，在你们情况紧急时联络。我相信早上才睡一定能做到，所以关于情报方面实在太恶劣了。有一伙专门诈骗老人的诈骗集团，哇，台湾很多，使用迷信手法骗老人钱，好过分。就是说啊，他们在复合式住宅中不断转移，警察找不到他们根据地，也束手无策。负责人好像叫若霞一人，抱歉，情报不多，之后就拜托你们了。嗯，好哦。白虎与黑炸骑士，先等等。喜多川右介、奥村村。这些东西我想要一次在印象空间里面解决。但奥村我觉得好难啊，那我之前都太常做自己的事情了，就后来比较常跟别人见面。找奥村吗？还是右界呢？Crest 三个，这个是那个正太的，然后这个是医生的，这个是一二三的，我猜我们那个谁应该也有，我们詹姆斯应该也有。好，我们先去找村好了。つけておこう。应该有吧，应该要帮他解决那个吧，支线任务啊。根据新书看他在不在。嗨。前奏命运真的很有趣的，要不要我给你详细地占卜看看？我要占卜。どうしますか？相合性占卜。好，我要赶快加深。行きますよ。行きますよ。嗯嗯嗯。你的心情已经传递给对方了。好。有没有书可以买？どれにします？没有，可不。我们去找村校门前。好，接下来怎么做？去顶楼。嗨，
こんにちは。啊，你好，这个花坛怎么样？我觉得既然要栽培，就认真地去做，便准备这个花坛。哦，这也太正式了吧！散散心吧。不是。干。我有没有他的佩鲁索纳呢？女皇有，我有女皇。こんにちは。跟他说不是，就不能跟他相处是怎样？好，好，好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好灵巧，我灵巧是满的、啊，真是兼具了兴趣和实际利益的。其实我在家里有种了一点点东西，是咖啡豆。你喜欢咖啡？嗯，这样说的话，我是红茶派啦。早餐和下午茶的时候都会准备十种左右的茶叶。我是最近才能品尝出咖啡的口感和香味的，以前只是觉得很苦而已。当时没有喝成的，问号。啊，抱歉，我只是想起了一些事情，能陪我聊几句吗？奥村公司里的人，我实在无法信任他们。奥村食品一直都是独裁经营，所以要让父亲满意才是最重要的。很久以前开始，就有很多人接近我，想要讨我这个女儿的欢心。父亲去世之后，传进耳朵的都是社内某某人有错之类的话题。我虽然不打算去过问实际经营，但身为股东，其实可以干涉董事的人事安排的。所以似乎有人想利用我来把不顺眼的董事给赶走，各种各样的人说着各种各样的话。其中最糟的传闻就是有关新社长高藏先生的，据说前代社长死后他很高兴，虽然他已经在公司待了很久，但最近对我出奇的温柔，还对我说想提供你一些资产运用的建议。我想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哎呀，是呢。晶晶小姐才有十种茶叶，该不会她已经开始侵占公款了吧？我总是忍不住往这些不好的方面去想。我假如卖掉这些股份，就能获得一大笔钱，同时就和公司脱离关系，也就是说，奥村这个名字也会从公司里完全消失。想把公司占为己有的高藏先生已经在策划让我卖出股份了，或许是这样，也不一定。好困难啊。嗯，就是说啊，大家各有各的说辞，绝对只会说对自己有利的话。嗯，真是要谢谢你愿意听我说，让我轻松了不少。我也会好好协助你的哦，毕竟还是比你年长嘛。感受到了春的信赖。跟换手。耶、yeah, 有换手了。太空气。他是天然呆，为了帮上挂号团的忙，我可要努力收成作物才行。喜欢天然呆的人不多吧？我想我再去稍微检查一下排水状况哦。またね。对啊，奥村出现超后期的，很难跟他培养。应该说几乎就是要把时间都丢给他吧，这样才有机会到满。我的老板也还没满呢，可不，所有新闻都在报选举和失统，这边还有什么名字，什么世纪名侦探，报团被当作罪犯看待。不过人们的批评好像平息了一点，大家都会关注选举，让自杀报道的骚动逐渐平息了，犯人死亡告一段落，世上也没什么变化，这就是这么回事吧，感觉好复杂。但也不是想被他们讨论，可是这情况有点超乎我的预料。我们只要赶快偷走失同的心就好了，就这样就结束了，没错吧？没错。胜负一直持续到选举，让我们把他的六打得落花流水。那我明天见，一起加油吧。有没有什么？
啊，我的大才一直也是啊，啊！今天怎么没有詹姆斯？没有恶魔啊？乌鸦是同伴还是敌人？敌人吧。万岁万行状态，好，拜拜，晚安。你的人生终极目标是要娶到像池芳或者小埋这种女人当老婆。我只有尼特跟宅，其他没有。呵。这股没有人。要买东西。哦。七千啊，可恶。马德贵。今天没有工作可以做。我去买一个恶魔了。合体版本更优质，土方走土间此方，看成土方，不好意思。登録を落ち着きが足りないようですね。囚人を正しき道。さあ、剣を貴様に揃えられるのか？女教皇皇帝，好吧，没有。去买一个死神。やめるのか？不是恶魔，不是死神。閲覧なさい。恶魔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これですか？宝剑なんですか？我已经，我、哦、靠要是恶魔啦，不是死神啦，反内，我搞错。踏足主。莉莉。これですか？我可以买，然后把它弄，到时候把它整个换掉啊。このペルソン、総合の代価、可以。もう終わりか？太丑了，回到原来的地方。せいぜいあがけよ。不小心合出原意境，就吊打最后魔王。没有，你就算跟他，因为他如果没有那个牌的话，选人工作没有用。他如果没有，就是没有了。嗨，明智，我却喜欢不起来。看，陪他去。じゃあ座って。大宅似乎很开心，还提供了一些情报。说起来，手头正好有大宅可能会喜欢的东西，他喜欢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大宅喜欢什么？他竟然喜欢古典拳击豪华版，没想到他意外的也是蛮。最新数码相机，可是他好像不会收吧？对，没错，因为太贵了。啊，这是礼物，真体贴呢。那我就收下来，谢谢。